我的煮饭状态完全是有个心情决定，今天就是想吃这个金针菇还有豆腐了。按照屏幕上面捞捞去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买一些暖的豆腐塞一些肉下去。有些朋友呢，他就会很奇怪，觉得为什么煮饭都那么开心的。很简单的就是吃饭的那个人吃得特别开心，之后你见到他开心，你自己就很愿意去煮每一餐饭。 OK 啦，煎到他两边金黄色，卖相超级靓仔。我们呢挑个汁汁先。我以前煮饭不开心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有些菜式呢它是要规定这样做要这样做，但现在不是，我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，你们就可以看着屏幕上面这样去挑汁汁。好啦，我们可以放些金针菇下去，金针菇呢就会出少少水的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加些豆腐下去了，之后啲汁汁呢就淋上面。 OK， 吸盖煮它五分钟，这个时候呢超级香，我们就可以渗些葱花下去了。午餐肉呢就切成一粒粒，求其煮个饭倒啲黄瓜粒啊、粟米粒啊飞个水嘅，之后煮煮佢，都系放啲盐啊、汤啊、蚝油啊咁样落去兜兜佢，因为平时就咁食饭好斋噶嘛。OK 啦，呢个时候咧就加少少豉油落去咯。呢个蟹柳棒咧即食嘅，即系超市都有得卖。系啊，你就咁撕开佢一条条咁，又或者你提前切好佢都 OK。之后我哋就咁直接攞把铰剪剪剪开佢就得啦，搞掂啦，正！